耶稣喺呢个两个两个人去传福音，而喺今日嘅福音里面，佢哋完成咗耶稣俾佢哋嘅使命，翻嚟，佢哋好攰，耶稣就叫佢哋去一个冇人嘅地方休息一下。喺马太福音里面，耶稣话：凡父父我父从那的，你们都到我跟前来。我要是你们安息。其实耶稣成日都邀请我哋去到去佢嗰度。有时我哋喺生活里面都会为咗工作，为咗家庭，为咗做人父母，做学生，又喺或者其他嘅事上感觉到好攰。当耶稣见到周围有一大班人成日都跟住佢嘅时候，就对佢哋动咗怜悯嘅心，因为佢哋对真理嘅无知同需求，就好似冇咗牧人带领嘅样。耶稣用我牧人嘅样做比喻，牧羊人就系照顾佢哋呢班羊嘅人，保护佢哋，使佢哋远离野兽，牧羊人会喺夜晚轮流咁看护住佢嘅羊，使佢哋会受到袭击。当日离开羊群嘅时候，牧羊人就会四处去运翻佢哋，带佢哋翻去羊群中间。喺旧约里面，天主就系照顾以色列人民嘅牧羊人。虽然好多时候以色列人都冇按照天主嘅旨意去做，但系天主都原谅咗佢哋，就将佢哋带翻入正途。耶稣话俾佢嘅门徒听，佢系圣母，佢愿意将佢嘅生命奉献俾佢嘅羊。呢个就系点解耶稣见到一大班需要保护同埋照顾嘅人之后，就对佢哋动作怜悯嘅心，去关心佢哋。耶稣爱每一个需要佢嘅人，系天主嘅人性里面，我哋可以见到天主不断察觉到人嘅需要，同埋富有耐性嘅话，就让我哋都为所有能够认识所有嘅人祈祷。
只有數才是我們的牧者，只有祂才能夠帶領我們去到天主